今天肯定吓坏了吧？这样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走了。家在哪儿啊？林然，你别装了，你薇薇姐走了。走了？我好不容易把镜子川弄走，她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我看她刚刚吃醋了，你还不去追她？吃醋？嗯。我……哎，好兄弟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。不顺利，说好一起请客，你居然给我下套。说吧，你到底收人家多少好处，卖我卖得这么爽快。我这不是给姐妹制造机会吗？再说了，虽然你跟林然绑定了，也不能妨碍你认识别的男人啊，是不是？你别跟我提林然，提起他我就来气。有酒吗？姐，有话好好说，没必要喝酒。跳窗逃跑，打扰用餐，扣20分。你现在已经扣了140了，怎么一点都不愧疚？真的吗？负140了，我之前负280呢。你怎么那么不求上进呢？你还是个人吗？要好好静下心来。是有条理，加10分。心理学专业可以保证孩子成长的心理健康，加10分。没有一般女孩的矫情，知情识趣，加20分。虽然唐微微的朋友和弟弟都有点奇怪，但她本人却是我遇到过唯一一个超过80分的女孩，可以列为发展对象。像什么？像林然吃醋了，故意气你的。他吃醋？他吃什么醋？我倒还没吃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也吃醋了是不是？我好像是说我还没吃饭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林然那小子心里想什么？你不是看他微表情就知道吗？眼梢向右，他在说谎。摸鼻子，他在心虚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他就是个弟弟。哦，口是心非。不
不过照我看啊，林然顶多算个考察对象，你呢也别那么快把靳子川三阵出局。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？竹马打不过天将，万一你和林然不能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还得有个备用选项？是不是？他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，你要是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，是不是？唐微微，朕就大发慈悲的，原谅。臭小子！喂，你还好意思打电话？唐微微是不是在你家？在我家呢。进来吧。哎，等等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我们家微微可不是没人要的。你要是再敢惹她生气，我就取消你备胎资格，懂不懂啊？我知道了。我要睡觉了，在里面。下少年撑着帆，推着纸花浮上岸，青梅折一只小船，随波逐流星月追赶，悄悄谈，驶过秘密的夜晚，微风止不住的愿望，星河滚烫历史理想，激动在心间隐藏，写成情书两三行，思念都印在云上，走过春光，走过夏日缠长，听爱的声响，我穿过花海与你相望，结果是梦醒一场。我心里想的那句话，明知道怎么了，不喜欢林然。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不管，反正你梦里有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重点。喂，你昨天为什么说你不喜欢我？啊？你昨天明明都吃醋了，但却说不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你有病吧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因为你太吵了。我清醒到现在，你安静过一秒吗？那是不是我闭上嘴就喜欢我了？才不是。那你可不要后悔啊。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找死啊！赶紧给我撤了他！晚了。叔叔呢？虽然嘴上说不要，但其实他特别支持我们，还说周二孕检，让我请假陪你去。孕检你个头啊！滚开！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哎，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
早啊。早啊。祥姐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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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一下。哎，好。李副主编，心情这么好啊。祥姐。去老大办公室啊。嗯。加油。嗯。老大，找我。李想来了。嗯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你们部门新来的主编 Miss 杨，今后大家都是同事了，好好相处。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，工作上多多配合他。你好，我是李想。你好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出去了。祥姐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大竟然没升你，反而找了个空降。下午拍摄名单谁做的？我，有问题吗？黎副主编。对。有几个人员的定位和风格不符，重新做份给我，谢谢。下午就要拍摄了，如果变动，要重新找模特，重新做造型。Stop！ 我当然知道时间紧迫，如果你觉得时间不行的话，你可以交给其他的同事吗 ？I don't mind。不用了，两个小时，我会安排好的。两个小时啊？对，你搞得定吗？您还不知道吧？黎副主编有三大特点：速度快，质量高。尤其是公关实力爆表。你很闲啊，你们都在干嘛呢？你们都很闲啊啊，没有工作要做吗？等你的名单。新主编金总，怎么了？之前冠名的那个文化访谈节目已经邀请到了常驻嘉宾，对方想和您亲自谈谈。对方是什么人？哦，这个陆教授是个心理学界的业界大拿，而且刚刚从国外进修回来，现在在联大入职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哎，别说我不帮你啊，我们家微微啊最近正在为考博报不上名发愁，你可千万别在聊天的时候踩雷啊。这位陆老师刚刚回国，手里还有一些博士生的名额，以你的专业能力通过他的考试没有问题，这么进修下去未来的收益会非常的可观。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金总。你不用跟我客气，我们都是平辈，你可以放松一些。主要是跟您聊天，我就感觉自己像个风投项目，时刻在被你评估，所以难免有一些拘谨。靳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唐微微小姐。陆老师您好，我是唐微微，久仰您大名了。你好你好。哇，你就是唐微微啊。啊，先坐先坐。嗯。我看过本系往年优秀学生名单，以你的成绩不继续进修那真是太可惜了。正要跟您说这件事。陆老师，我是有意向读博，但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错过了博士录取时间。后来再补办，名额已经满了。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名额嘛，小事儿。因为我刚回国嘛，手上也没有保送生的名单，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报。真的吗？陆老师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不客气，快坐快坐啊。至于你是跟我选修应用心理学，还是跟着以前的老师服从调剂，去继续进修。咱们以后再说，毕竟没有通过考试，一切都只是空谈。应该的应该的，您能给我这个机会我已经很开心了。
呢，小姐。哇！哇！谢谢小姐。谢谢小姐。大家吃什么自己拿。我这个看起来好。Mr. 高。我要救了。香姐，这又是哪个男朋友啊？上回不是还 Mr. 李吗？错了，男朋友只有一个，这些都是追求者。哇！要不说还是咱祥姐魅力大呢，管着一片海域，还有鱼儿不停往里边游。可惜最后啊，都饱了我们的口福。吃东西都管不住你们的嘴，快吃！哎，快吃！ Work hours 是让你们来吃东西的吗？啊？亲爱的，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吃东西。和想我。刚刚你们一个个挺熟悉啊，这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李想，你现在什么态度？你是把公司当成后花园了吗？公司是让 model 变成万人迷的地方，不是让你自己做招蜂引蝶的万人迷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？Later meaning， 字面意思。你身为副主编。自己作风有问题就算了，还把这混乱的男女关系带到公司，影响其他同事。公司就是工作的地方，你要约会的话，请安排在下班以后，知道吗？喝呀，继续喝。觉得他也太能装了吧！原先我们在公司吃吃喝喝的，也没人管啊。小点声，你也想被领导请去喝茶呀？这个 Miss 杨背景到底多大呀？那就都好好工作，别吃了。香姐，时间挺早的，要不咱们一起吃个饭吧？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干嘛呢？过来陪我喝酒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金总，不好意思，我闺蜜好像出了点急事，我得赶过去。没事，那咱们下次再约。好，那咱们下次再约，拜拜。哎，你到了，那行，我出去接你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来了，还不是那 Miss 杨，他就不能跟我和平相处，三番四次的刁难我，针对我。你少喝点吧。我去趟洗手间。美女，一个人啊？这杯酒我请你。我在等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喝酒。来酒吧，怎么可能不会喝酒？别客气了，就当交个朋友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赶快擦擦吧。没事，你帮我擦就行。你自己擦。你帮我擦。放开我，放手。你是什么品牌的癞蛤蟆？敢跟我们家微微动手动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大伙都看见了，我请他喝酒，不领情，还把我衣服泼脏了，难道不应该帮我擦一下？最基本的礼貌得有吧？你当我眼瞎啊？你拉拉扯扯，这叫擦衣服？再说了，你不蹭过来，十万八千里的能撒你身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给你钱，500，够洗你的衣服吧？走，微微，站住！什么意思啊？惹了事就想走啊？酒还没喝呢。你，这位先生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你的衣服我洗，我也道歉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不能，泼酒、骂人，还扔钱羞辱，你们得坐下陪我喝，喝到我满意了才行。你想喝酒是吧？怎么喝？我陪你喝。李翔。